过磅的时候，大专蓝绮琳在公开级女子组的冠军。今天这场比赛对我来说，其实我很紧张，可是我不能让球员觉得我紧张啊。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讲说，冠军战是你们带我进来的，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，我真的进不来。今天想要有这个成果，是必须靠他们所有人的努力，不管是有上场没上场，这个成果是属于他们大家的。很开心啊，因为昨天打得很激烈，然后因为四强每个球队其实大家都就是实力都很接近，就没有你没有办法去预测说今天我队要这个队能做到什么程度。你就只能每一个球都去拼，然后就真的是要从就是拼防守，防守好了真的才会有高的分数或者是好的进攻。辛苦，因为他压力是蛮大，我们都知道这样，我们替他拿一座冠军，也替佛光拿一座冠军。去年的实力让我们当然觉得真的要连八真的很难，要拿冠军真的很难，而且在现在的 UBS 可以说真的是群雄必死，然后各队的实力都非常接近，所以就是说看大家的抗压性跟调整。对，那很幸运去年今天我们失去了，我们一年我们等到他，然后让他我们拿回来，很兴奋啊，然后很感谢大家，因为没有这些球迷给我们这个力量，家人啊、教练团、学校支持我们那么多，真的很感谢他们，因为没有他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可以打出什么球风，他们一直 push 我们 improve， 每天 improve。 可是我觉得那个 ending 是一个很好的 ending， 还是有东西可以学习，可是就是先 enjoy the moment。